贝贝啊，到了，上去吧。老板，你真的要出差吗？不是，没办法呀，这次这个客户比较重要，我必须亲自去一趟，知不知道？但是你出来这么多天，我没有安全感。我堂堂一个山东男子汉，你有啥没安全感的？你告诉我。那现在社会风气就这样式的，我担心。我骨头里边刻的是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骨头，我看看，我看。摸哪儿呢？摸哪儿呢？我看看刻的什么。难得二字，难得。那我还以为你骨头里面刻的是我呢。哎，你坐好，你坐好，你过来。我给你背一下我的难得宣言啊。嗯。男人不自爱，就像烂白菜。没有老婆爱，人生真失败。外边的女人都很坏，唯有伟伟最可爱。手好难得。人人有责啊！不，啥？干啥呀？啊，没事。不守妇德的男人都是没有好下场的，知道吧？清清白白做人，干干净净做人。你这什么玩意儿？你拿的？瞎看。放心了吗？还不放心？你这样，我等到了，我下了飞机之后，我把我所有的设备、位置共享给你，行吗？去去去，好好上班去，听话啊！快去，那我走了，走吧，放心啊。对呀，哎，工资，谢谢老板。干嘛？花多少钱呀？3500。3500呀，年轻人多努力，以后也会像我一样立大章，知道吧？啊，对呀。哎，那个，这50000奖金，我给你打另一张卡里。好，好嘞，好嘞。嗯，他老板还真是的，他50000块钱分两张卡，多少钱？五万。5万？哎，你给我进来说清楚。不是，你说说马经理。站好了，那站哪去？你俩不来办公室干嘛呀？不是，老板，我就不服啊！你看，一个小小助理，一个月工资比我发的高，我不服啊！你有什么不服的啊？刘贝贝每天工作都辛苦，你看不见呢？给他多发点奖金怎么了，贝贝啊？发这么多奖金，晚上是不是应该留下来加班啊？对，留下来加班，我把你工作给你安排的满满的。行，没问题，老板不就是加个班吗？我以后就住在公司了，公司以后就是我的家，爱在公司难以离开。那不行啊，哪行啊？去我家啊？啊，不是那个啥意思，老板，这可不行。我妈说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儿都要在公司解决，工作就是要在公司啊。你想啥呢？你想啥呢？我说的是，在公司加班。啊，看到没有，哥可是要走的人了，你留下来加班吧，你。是不是闲着你了呀？啊，我看你挺闲的，是吧？留下来加班啊，你留下。不是，我留下。渐渐你的风筝飞离我的海岸线。这边，快点的，动作那么慢呢，赶紧的。老娘不伺候了。一哈子就贝贝，你还给我来劲了是不是？你要是不干的话，我就把你在抖音开帅哥事告诉老板。什么事儿？老板，马经理欺负我，今天树能忍，婶不能忍，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。马经理跟了我这么多年了，给公司带来不少客户，也创造了不少业绩，他不能走。行，你俩一条心是吧？行，那我走 OK 吧？气死我了，柚子以后会回来看你的。哎，贝贝，你别走了，老板舍不得你走，行吗？这样，我现在我也去辞职去，和你一块儿。哎呀，来，行了吧？你黄鼠狼给鸡拜年吧，你能有这么好心？行，不相信是吧？好嘞。哎，老板。那个，你给我转80000块钱，我帮你留下刘贝贝，怎么样？不是，你是不是以为老板傻呀？他怎么可能答应这么无理的要求？哎，听到没有？噔，他来了，啊？哈？300，别走了。他不是，老板。感谢老板。不是老板，你干嘛给这种人转钱呀？贝贝啊，我怎么舍得让你走？啊，马经理。哎，老板，那800块钱呢？下个月从你的工资里边扣。啊，不，
去门口坚守你的岗位去。不是，马经理请客。我们俩吃好吃的。不是，谢谢马经理啊，再见。香港见。老板，你别着急，总有办法。对呀，别着急。不是，可是我今天就不是这工作不好好工作，闲聊什么呢？啊！不是啊，老板，北北的房子被房东收回去，他今天就要督促接图了。对呀、啊。别说了，你们，我自己解决。桃子，别说了。你过来他办公室。哦。王姨啊，啊，就是我郊区那个别墅，你给我收拾一下。啊，这两天我一会儿去住对。哎，好，好。老板，我然后靠一个吻分不着距离。喂妈啊，那个这两天我公司事太多了，我就不回去住了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放心吧啊。哎，好。老板，这不太咱们这个别墅吧，离公司太远了，这样正好呢，我上下班每天我来接着你，行吗？要保证你还坚持。老板，你对我是不是有点太好了？老板，别哭了，别哭了。是真诚而坚固，心诚愿意。我们出去买点东西，给你置办点东西，行吗？嗯。老板，走走走，我都准备好了，你看。不是啊，马经理啊，你什么意思？干嘛呀你？不是，我听说你俩要带我去出去住，我不放心。我要去照顾你俩，那个你让马阿姨把那一楼保姆间给我收拾一间出来，我俩在这住过去。不不不不不不，你神经病！一天哪都有哪都有，烦死了。不是咋了？不是我去照顾你俩。马经理，马经理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老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也是来拜访老板的。你来拜访老板？两手空空，一点眼神都没有啊！那个，我帮你拿。我不用。哎呦，我帮你拿，我没事，我帮你拿。老板，你俩怎么来了？来看看你，给老板拿着。你看，你怎么还带东西呢？哎，好。嗯。那个，贝贝。哎。来，给你个红包。啊，谢谢老板。嗯嗯。不是，老板，这东西是我带的，你跟老板说，这是不是我带的？是不是我带的？你好好说，到底是不是我带的？是不是我带的呀？我听你的。北北说，是吧？啊，是老板，这确实是我带的。你好好说你，是不是我带的？老板，你看我这个升职的事儿，你是为这事儿来的是吧？我不跟你们说过吗？只要你们努力的话，都是有机会的。那个老板，我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啊，就走了啊？你这，你把这个拿回去，这个、啊、这不好吧，老板？哎、跟我客气了呢。谢老板。老板，那我呢？啊，你也要走是吗？啊，我该走是吧？啊，你这你也带点吧。哎，你看没有，我就说老板忘不了我，谢老板。垃圾帮我收拾。啊，慢点啊。哎哎，好嘞，老板走了啊。哎呀，快快走，马哥，快快。